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DPNG9 型男二哥健身器。哇，科比加瑞的吗？我今天要去雇一台车，应该算买回来了，已经都大概讲好了。我就去救一台车的时候，那个停车塔这样下来，同事看到说，哇，日食哎，好帅啊！我说，不然我跟他买看看。什么的？日食啊，日食。我们那时候的那年代，如果那一台车就帅呆了，等一下你看到就知道了。我本来想问他说要不要买的时候，他竟然瞪了我。哎，科比怎么在这边？哎，那金帅的掏空啊嘛。对，我说啊，你车要不要卖？他刚好说，对啊，我刚好买了一台车，我现在想卖掉。我说好，那你要卖掉就找我。就隔了大概一两个礼拜，他今天跟我联络，说车子在林口，叫我去签，叫他去林口签车。所以是要去找车主吗？哦，这个就更神奇了，是他的朋友的修理厂，就先丢着而已哦。重点是先丢着，我去把他签回来而已，不用付钱，因为他说还没看到车嘛，不清楚多少钱，所以我就先看一下这样而已，再把他签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了。当时候这种车要100多万，那时候我还骑的那个摩托车学徒而已。那时候你看，可以骑准都用气囊啊，你看，你看三菱的椅子，跳准都像那样，你看在旁边就可以移动。看一下眼睛啊，这跟他无雷啊嘞，会不会漏盖嘞吼？啊，今天有没有盖？有没有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，看眼睛刮干了我鬼，因为无贴纸啊。再继续看一下，啊，刚过开耶。对啦，我第一次见到伊的时阵，你开咧，哦，怎样？那时候做足惯咧，这边安尼扛我，我咧，哎呀，安尼，哦，真正。我旁边看，甲处理落啦，我来甲头家讲，直接甲开转来。哦，发明家啦。难不倒我的。走卡侪啊嘞哦，不要是讲这个车袂歹，走315000，就是讲它见证了台湾的历史。你看它都有东西耶，但是无显影嘞。啊，皮椅的状况没有很好了。哦，恁是最靓的嘞，你放假，你家出门靠你家。跟那个 Porsche 设计同款。哦，啊，我卡点来甲讲。啊，你有现在买这车？以前没有拥有，现在看到了，现在有钱可以拥有了。这个我就买得起，我是先买回来看看。泰山，你有什么梦想？一扎摩托完成诶？有啊，霹雳车一台。礼拜克一台。诶，那个啥火鸟？火鸟，对。你要来啊？庞蒂克。我要帮你找，我拄着，我即卖拄着，我就帮你找一台啊。是哦。我要开上来啊。啊。我们今天要这样，主角日食，今天要把它拖去修理厂大改装，要这样。我手上这一台。你手上那一种？他做成这样啊？对啊。哎呀，一样要彩绘吗？要一模一样。对啊。挂 O 诶。挂 O 诶，对。后照镜。黑的，我这个提供，我就是随便安尼。要上车了，我们刚好一次拖两台。啊，那台要干嘛？两台刚好水箱坏掉，顺便多去修理啊。哦。哎，铝圈要换呢。对啊，要找了。比较找帅一点的，这才几年的？1993，这车放那么久了。我那贵的，我去买的时候，人家讲什么？讲我跟他空的买上高的，真正的。你买完？我没记得，我记得他跟我说，别人比我高的，大家拢是不会，甲讲那车剩一万了呢，我甲站了没买，给我后悔啊，早餐比较少的。好，要走了，耶、yeah ，拜拜，希望你回来是干净。
耶、yeah, ，蔡总，今天又来开箱了。这么长是什么？阿妹啊，这龙虾哦，尾翼啦，哦，两片式的、哦，哇靠，他、啊、这怎么装？啊，说明书吗？没，抱歉，还有我没在看说明书的，反正拆了就对了啊。这个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夹在车的旁边这样，要不要给啊？说完了，啊，怎么装？我蛮在看的，还有我没在看说明书的，感觉上啊，龙虾先拆下来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铝的而已哦，应该是风这样过来这样出去吧？哎、啊，这个是他妈猛跳的，是蛮像的。我大概知道怎么装了。这两个锁这里，锁这样，这两个都是虾呗。这两个锁上去，它可以微调。你研究？差不多了，这就跟玩刺激车一样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怎样呀？哦，四个各两个，啊，所以呢，一个。我以前有装过一台，就是那个我自己的战斗尾翼，超大只的。可是它那样破坏，要在这边上面要震动，直接钻直接锁上去。好，到时候装起来就这样，是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哦，不行啊，你要夹在哪？如果你要的话，玻璃挖嘛，挖一个洞啊，这个还蛮帅的，蛮帅的吧？看一下，不要看一下，不错哈。其实这个是通用型的，我你看，好没有？它可能要再宽一点，再椅子旁边一点。先去比吧，好吧。你要从里面开啊，坏掉了，真假的啦。然后它的这个装的很硬，你要抓好。我、哦、靠，我差点被它拉上去。对啊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可以深蹲的哎、欸，我靠。哎、欸，差不多嘞。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把这个拔下来，先锁上去就好了。我比较担心它合不上去。对，要先放看看啦、啊。这车这样弄帅爆了，爆了爆了，爆预算了。你要装哪多前面多后面？差不多这样就好了。嘿，哎呦，过了、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要再找一个人来扶着了。所以哦，确实我们现在。样子出来了、啊，有我意耶！啊，大力观感。不错吧？好了，蛮简单的。我这车要整理的地方好多、哦。我没有整理啊，我整理的项目是最简单的。我没有整理吗？只有烤漆跟贴纸而已啊。刹车还蛮蹲的。我踩到底了、欸，感觉就是一台，它最少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声音、啊、底盘好像没声音呢、啊。对啊，可是内装啊，给拽拽。然后跟那个门，门好像要散掉一样，都松松的，很奇怪。而且本来在这边删的，为什么在这么远、啊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其实这个就是故意设计在这边，就是拉手刹车跟这样碰个人家的碰什么这样啊？哦，你要干嘛？摸我拉手刹车，哦。男子的浪漫就是这样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他说哦，不好意思，碰到你的腿。因为现在没有冷气，所以我们只好开窗。对，不然会起雾啊。底盘倒是还好，小点响应是好的。底盘真的没什么声音啊，感觉好像卡在三档，看不到四档。我感觉它很高，现在快4000转了。它好像少一档。啊，这变速箱要换，要修。啊，这隔热纸应该要换的啦。然后椅子要重弄，天棚也稍微要，你看，它够注意哦。然后引擎可能有一些漏油，其他就是要再检查。试完回来了，哎、欸，我们也算蛮有勇气的，我们都没有整理，我们就先去试车。哦，那刚刚啊掉下嘞，你不是说不怕吗？就是自己坐车的加掉下，那你几边那边加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冲就对了。你看我们试出来啊，整数都拉得很高，应该少跳了一档吧？我们刚刚大概八九十都到3000-4000转了，那太高了，那不行，不正常，应该要这样，跳过去好像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没关系，检查。觉得这个不只是哦，油连水都要整理，大整理了。刹车真的是刹不太住，就是你觉得停下来，那感觉你要停了，可是它会这样，又滑了两步这样。好，反正我们先把引擎那些弄好，我们再来去弄内装好了。好，内装那是异音也蛮多的，这异音挺悲，各车可能再弄一下。这个应该检查的项目还蛮多的，这应该还有还蛮漫长的啦，还要再半年以上。对啊，这应该没那么快。空燃比没有问题，你看车子它有时候会稍微这样喘一下、喘一下、喘一下，要稍微检查看看它的空燃比有没有。它目前看起来是应该是点火方面的。
点火方面的问题。第四缸喷射到失火是什么？就是没有点火，没有点火。那转速上不去也是因为这个吗？有可能，等于是说四缸剩三缸在做动量。我刚刚一样，检查板插一下电脑，你知道吗？目前还是读不到，你不是说全部都读到，读到一点而已，他读到什么？引擎失火，灭火器啪，好，处理好了。是那个失火？不是，是那个点火失火。刚刚好像看到是第四缸啦，反正就是先留着，我们先让他检查，告诉我们说哪里要用，我们再到时候再一起调材料来，我们再一起拍。因为现在如果遇到这个就换这个，会时间会拖很久，到时候就找个时间他弄好，我们再来拍这样。哦，都是油，都是油，都是油，低的。要壁盖，我们去把它烤红色了。今天来刚好顺便把垫片那些都把它装回去。好，今天要维修的项目就是垫片，稍微顺便换掉。啊，那压缩机也坏了。压缩机啊？对，就把老师接的，老师的套给他接的。对，对，哇，因为冷气不能嘛，压缩机对啊，要处理啊，皮带应该也顺便对换了换掉了，当然是保养顺便做了。反正就是老车这样嘛，边修边看。我们有用什么？在这边。好，在这边哦，哇 ，yes 啊！看无，我牵个胎啊，拢换新的。哦，蛮像的哦，框。蛮像的哈，水吧。四个铝圈，四条胎，啊，包含引擎的部分都是啊处理了。排气管也换。啊，对，双凸。哇，好粗哦，看，这两天我看哦。那假的。尾翼管。啊，真假的、啊。难怪那个是白白的，那我要喷铁盒是不是黑一点？这个才有，才有。我们这台车的宗旨是像就好了。再来就是等它引擎弄好了，冷气会冷，开起来就比较没什么问题了啦。反正不管了，刹车什么，我们再顺便都检查一下。我们内装还要用。哦，内装要用多了，慢慢来，已经一步一步快完成了。所以先起双凸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双凸跟脚。不是那个啦，双凸都两边凸起来，就是双肌凸，双凸是指这样子，两只，两只，对啊，是单凸的话，就一根凸轮轴里面控制进排气、啊，就是进气控制进气，排气控制排气的，这边是排气车，那边是进气车。再古老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再古老一点，唐山赵子龙七进七出，太古老了，太古老了。所以你看，润滑的油会上来嘛？啊，所以有些一开始发动为什么会有胶啊？因为这个油它没上来，比较久就滴回去，就会咔咔啊上来就好了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这一集用完应该是完结篇了吧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很多东西，还有很多东西，看起来还有很多，永远做不完的。这台车应该做不完。这里到时要改一下，有一点小块哇翘翘，到时稍改一下，稍磨一下，磨到平均的，用起来。好啊，再来，今天不是改这个而已啦，啊、来改一支韩多路，叫了水不？你喜欢吗？芒果，所以觉得丑就骂他，不要骂。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什么。对啊，还有椅子，两个椅子说要把它改掉，本来要重编还是什么，干脆算了，直接直上两只赛车椅。如果你买到就专用是最简单啦、啊、其实拔下来锁上去就好了。到底有不是专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应该是啦。它这个空间很大，随便拿就出来了。我觉得不太像。哦，你这脚架还蛮粗的嘞。这是请车工帮我们弄的，专用。专用的、哦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哎，可以耶，把轨要先锁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要这个先锁在椅子上面，椅子上面锁好啊，等下进来就进来。其实我是没有看什么 LR， 我刚刚没注意看的，反正你看安全带嘛，你驾驶都是这样插、嗯，所以它的方向在哪边就是。所以这个是放安全带的、那個。这个安全带的，对。这个太简单了，那去挑战比较困难，我们用方向盘好了。方向盘，对啊，只是说这个有个稍微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原本有气囊这个线，嗯，啊，我们要走这个线，可能要稍微长一下。
啊，气囊线把它剪掉了，剪掉你就没有 BB 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改的话，就是有个底座嘛，这一个哇，收件东西的芯子收回家锁上去就这样了。嗯，啊，方向嘛一装，假设真的你装的稍微歪歪的，可能就是要去定位嘛，左右或调整一下。反正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刚拆的是尽量正的，所以假设我们是如果是装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尽量装到最正这样，跟吊底那里，嗯，就像那样。以前啊，我们在买啊，是买椅子而已，嗯，脚架另外再买，都是这样分开。现在应该一样吧？一样啊，花槽一个钱，脚架一个钱。对啊，仰卧起立架。起立啊。所以今天学习爱到啊，你等，好，把它拉出来最长。我要拉到最长。两个要平均啊，不你。啊呢，喂，假设你一脚长一脚短，哈，虽然都可以滑，可是它可能就是往前，这边太长了，堵掉啊，这边怪，我这边太长，堵掉。所以这是尺寸，十二的啊，我要粗一点的啊。啊，这个哈、哦、要锁过来，万一你锁下去有吗？太长切掉，别惊。好，抓晒，不够长。哎，我顶多变太大颗，干，那个垫片太大，以后就钝啊，我的脚要变无钝的哦。就是单纯的一颗这样。我先锁两颗，我们再滑看看好了。不能动了，因为我们锁了，这样就卡住了。对啊，你说它撑开，然后就 卡住，就滑不出来。不然就是有两种，一样用十二号的，买这个螺母，不要不能用这翅膀的，好一样的的话，卖金亏。啊、这椅背嘛，这驾驶座嘛，哦，现在睡个午觉也不错，啊，就应该是这样啊，哇，还没有，我们去放好了，扛椅子，啊咻，啊咻，是吧？有时候真的是椅子换了就不一样了，嗯，一台头睡有开过了，我、哦、看在这椅改的那感觉不一样，整个有战斗气息的吧？你看这样两架看起来你有刚好差、啊，差就对啊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还有这个还没改哎，靠背，我、哦、今天要弄到天黑了，已经天黑了，主要是凉快睡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台车真的也开不快，所以可能怕它飞走。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开帅的，你那边有拔吗？我这边蛮密的，所以我就是这一个顶道是磨一点掉，好。这应该。比较简单嘛，你看就对前后应该就直接放下去就好了、啊，因为哦我们要直接这样直上直下，我不能像这样我先往下吊，因为你专门叫两边就吊对吧、嗯？一次机会而已，会不会太过来一点？再过去一点，好，来慢慢慢慢下来，不要一次到底，来慢慢下来再下来，你那边可以吧？左右可以哈、啊，那、啊、就下去喽，没机会喽，好，你用力压一下就好了。好啊，靠边放错边了，靠边好不要下了。很好了，好，还有什么？没了吗？哦，还有啊，新地毯，新地毯那个，我们提清就好。对，直接拉出来洗一洗，弄一弄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没有锁了。真正有感觉，你看到伊都规拢无共去啊。对啊，从这边看，哦，边啊拉扯。我们还有一个桶子要装，你觉得要装在哪？如果要装，我是觉得这个格子要撕掉哎、欸、啊。我们应该把格子撕掉，做个大头输出，只要贴在玻璃上面，看起来就像啊。这边看说，哎、欸，啊怎么样？这边看，哎、欸，好像有。这个好大一头，像是扣住的。嗯，那要弄个假的管子啊。不要买这么黑的，要、嗯、买有颜色的，蓝色啊、绿色那些。我看人家是做一块板子把它盖起来。你说这个全部都翻下去，到后面哪这样？我们也可以啊，那边这边放个大的，好、啊，阿兰都做画这样。如果一块不行，我们就做两块，可以搬这样。不错啊，这个等一下就锁起来，这样不错吧？哎、欸，我
好像不错、哦，加个管子。这个管子就比较简单，它是这样插了的条啊，因为它是这个有没有张力有没有？它你看的中位被灰的，还给不了的话。OK， 哦，赞！我的 nose 完成了，我压力打好了哦。刚刚已经吹了一次，所以又少了一点，本来是满的，会不会这台被电影公司买走了？整理的够漂亮就有机会了。很漂亮，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。对对对，学了20年的功夫都给他。我们今天来到大直美丽华文官头十的活动，我们今天是开这台日食来，刚好那个社长有邀请我们，因为他上次来我们店里有看到我们有一台保罗沃克彩绘的日食，他就我们说可不可以借，所以我们这几天就加紧处理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外表是好看的，你们要看一下内装吗？如大家所见呢，我们内装还没整理，换了一个方向盘，它的盘径好小，然后椅子也换了啦。我跟你讲，这椅子超小张，因为它是一般的，它没有加大加宽。反正我们内装还没处理完呢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后车厢，有没有？就是要凶，我们的氮气瓶就是比别人大只。你不觉得这有点太粗了吗？这样才屌啊！我们装了这几公升，十公升的氮气。不要小看它，它现在是有压力的哦，它现在紧绷哦。它压力有比我们大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，有。然后旁边那个是灭火器，那灭火器是从阿哥车上来的，我们。就先把外观稍微整理一下，现在参加活动，详细会再慢慢弄。然后我们等下还有个任务，等下6点天色暗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星星点灯了。对。好啊，永远整理不完的车。哈，哎，这台经历几年啊？哈，2年吧。干了2年哦，一台车搞2年哦。没有，我们是慢慢搞，想到搞一点，想到搞一点，就这样就是弄2年了。要复制一个玩命关头二的一个道具车，真弄完之后真的像模型车哎，大型模型车哎，对吧？玩命关头二是几年出来的啊？这是第一集的。第一集吗？啊，玩命关头一哈，2001年。我们复制20几年前电影的道具车，这个真的也没有什么想说要整理来卖还干嘛、喔，就整理来要放博物馆的。博物馆呢？博物馆在哪里？先买车再找博物馆了，好不好？开20几万呢？阿里王盖小姐，到底大包避震器嘛用啊？链啊？铝圈、轮胎、烤漆跟这个彩贴啊，其实有很多小细节、啊，什么胶条那个其实都没有写，对不对？这一行的不写啊，谁都搞大行的呢？啊，这个泰山去哪买的？这个是人家拔掉。这是假的，没有挖一个洞。电影里面有啊，所以我就说这个也要复原啊。而且这台车我们还去参加过车具，对不？有。
哦，方向盘是MOMO的呢，以前很流行这支方向盘啊。哦，赛车椅。赛车椅。然后我记得引擎，哎、欸、，ending 给我抠惨了。哎、欸，对。要修啊，这熊丢哦。我们这还是没有涡轮的啦。哎、欸，不过确实应该也没有漏油哎、欸，还蛮难得的。变速箱怎么会是干的、啊？还蛮神奇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打造一台可以参加车聚的车子。现在这以前还有社团，现在社团里面人应该越来越少了，没什么人了。好，内装就是赛车椅嘛，然后还有这个后车厢啊，后车厢 U 姐，哦哎。欸前面一桶小桶的不够，后面还有一桶大桶的，哇，还有灭火器，你看多帅！对，还有管子，这才像，对不对？这个去车距的时候，灯给它打下去，哇，帅！三个六十几年次男人的浪漫就是做一台模型车出来啊！泰山常常搞进搞出，就为了搞这台车。赛车应该之后就放在我们公司展示就好了。不然有兴趣的留言跟柯P联络啊，看他怎么卖。啊，这开你才几万这边阿贝，这家里贝贝你才几万，能买阿里贝吗？觉得出得到的可以跟柯P联系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用多说啦。好啦，后面要、啊、慢慢期待啦，我们就慢慢踢下，我们再收集整理车，整理完不卖，等累积到一定的数字，我们可能就要找一个地方那个真的要做博物馆。博物馆的新加坡都啊，好吧，有兴趣的那个朋友啊，超级感谢博物馆的这个募款活动，好，缺你一份，有一个爱心，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价钱拉满，输入信用卡号，它可以拉价钱嘛，把它拉到最右边，对，拉到最右边，拉到紧绷，我们的这个汽车咖啡厅也算你们一份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Hold on，Best is what suits you.